居然能飞？馒头呢？哎，好嘞，快过来了。哎呦！我想让一下，不让开，不让开。馒头我买了，再给小孩来碗汤。好嘞好嘞，来来来，看车你在这装什么有钱，没想到18岁的第一天就挨了。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哎，就是他就是他。各位大哥，刚才那个馒头我付过钱了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看见了，微臣白当当参见玉皇陛下。参见玉皇陛下。我，对啊，就是你。金一出，女皇现，我以我娘的名义起誓，你就是我们南雨都苦寻已久的玉皇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慢点儿！哎，别撞了！这比我想象中的大多了。陛下，你慢点儿。陛下，兄弟，没必要叫我陛下。可是您有金翼，您就是陛下呀。这翅膀我也是今天才长出来的，还不太会使用。你会飞吧？你能不能就是教我几个飞行技巧？我是人族，只有羽族贵族在18岁的时候才会长出羽翼，像陛下您这样的金翼更是绝无仅有的。啊，这么厉害？嗯，我就当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。对了，陛下。那边是祁阳宫，文德帝封天翼离开之后，他的叔叔封刃就从宣晴殿搬到那儿去住了。封刃那个糟老头子住那么大的宫殿？嘘，陛下，这话不能乱说的。没事，我就待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走了。陛下，这话也不能乱说的。白当当，参见裴大人。白当当，你怎敢擅自入宫？这位是羽皇陛下。胡言乱语，立刻给我拿下！各位好汉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是他非要把我带进来的。我以我娘的名义起誓，他真的是羽皇陛下。胡说，羽皇陛下明明在大殿上。啊，
不是我说你快点，你把你的金翅膀弄出来给大家伙瞧瞧啊。韦昭，你给我回来。哦，不许对陛下无礼。陛下您请。诸位都看到了，本座找到这位杜仙音杜姑娘，就是咱们的新玉皇了。来，各位，微臣参见。还是等一下吧。有请如彻姑娘。谁呀？哎，陛下，陛下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怎么看都不像玉皇啊！死了，来给我打一下来！小骗子，你干嘛来了？有病吗你？陛下，陛下，参见王爷。哎呀，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，陛下不可这样。王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如彻姑娘，陛下，你只要张开金翼，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了，快点！行行行行，行了吧？一小子骗子还想金翅膀啊？出去！干嘛去？敲锣个什么？门在那边，门在那边的。哎。王谢，不是你韦国公找到的，才是女皇吧？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先来后到，事关地统，岂可儿戏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找到女皇，她额头上写了个假字吗？